们今天来 Times Square 来逛街，刚去了 H&M。等一下，现在要去什么？迪士尼店。迪士尼店。耶、yeah!。Look up from your telescope, take me on this journey home. I don't wanna wait no more. Lay me down behind the moon, tell me you'll be on real soon. 我们来到 Disney Store， 是要排队。布鲁托，布鲁托，布鲁托，前面那有个在，超可爱的。好可爱哦！明太子鲑鱼，明太子鲑鱼。你上那个数学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来抄。很精致哎，好美哦！它每一页都彩色的，好棒！这多少钱啊？这么高级？哇，好贵哦！30啦。Stars don't shine when it's day. How come the sky at night makes me this way? Why are you so far away? Galaxy castaway, watching you hopelessly.我们要来吃 Pocha， 但它4点才开门。现在3:52。对，还有8分钟。我们叫了部队锅。我们在这家店怎么念？我们在杜雷酒，对，杜雷酒买面包。最后一站，每次都是超市。终于来 S Mart 了。因为我那边我住的那边没有。哎，我想要买那个，就是那个面包 spread 的那个 spreader。今天来 West Village 买 baguette， 然后今天都是西装风。这小冷哎、欸，我觉得我们可以停。有风的时候蛮冷的，我一开始觉得蛮冷的，可是后来我在太阳走一下以后，就觉得还是蛮温暖的。耶耶 ，baguette。我们刚刚拍完照，然后就在这边随便的
找了一家 brunch 店，然后就坐下来了。好冷哦，然后我现在要去买一件衣服。对，因为觉得拍之后拍照需要，但真的很冷。是跑去买一件就是酒红色的衣服，因为我之后就是需要一件酒红色的衣服。对，然后我就是在 another story 是买一件高领，然后它旁边就是有这样扣子，我是觉得蛮可爱的啦，小细节。对，叫了一个稀有多多，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晚上，没错，超级冷的，今天真的很冷，所以我现在要去煮面，想要吃面。这个面竟然只要煮两分钟，也太快速了。今天来 SOHO 来吃 Egg Shop 拌面，等一下可能会直播。You see her walking down the boulevard. She got the pass. 这身子好可爱，是一个蛋，这还有点脏，因为是我的。这蛮温馨的。我的拿铁。冰拿铁，我点的是 sausage biscuit， 看起来超好吃的。他点的是班尼迪克 BLT。我们还叫了炸鸡，看起来超好吃，他说很好吃，很入味。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you.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features. You'll find a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Let me paint a picture. I see they don't understand. 我们先要来直播，直播，直播。就我靠，我觉得再补一点点啊。你要补？我觉得对我讲完以后我也蛮想补。补妆，补妆，他也在补妆。Get my cash back. You be looking fine, so no wonder they can't match that Louis V scarf. I'm chilling with a dad. 开始喽。You're now live. I'm now live, y'all. What's up, everybody? All hi, cha cha. What's up, everybody? 徐海 Julie， 我那是什么文法？哦，你跟你的朋友们对话，问好。问好，哈。现在呢，他想要用眼神跟你们交流啦，但我觉得还是多讲点话。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很红的 brunch 店，叫 Egg Shop 吃 brunch。等等，这是我的 brunch。这个是我的 brunch。哇，看起来好丰盛啊！哇，现在戴眼镜，又眼睛一边看不到。Julia 在干嘛？我在吃这个叫什么？他说我是你的男朋友哎、欸，这人误会很深，误会很深。我很像男朋友吗？女朋友，女朋友。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像 T 哎、欸。哎、欸，有一点呢、欸。你会不会聊天啊？你不觉得他很像乱弹阿翔吗？他有时候蛮像乱弹阿翔。那你要不要吃一个这个给大家看？我吃鸡肉，我们叫了炸鸡。
鸡肉，哇，鸡嘎嘎，炸酱，哇，好棒哦！那我要吃一个。嗯，怎么样？有没有恋爱的味道？初恋的滋味。那我现在来爆一个 Julia 的料，就他其实在美国啊，嗯，他每天就大滑那个 Tinder。然后跟不同的男生出去，我没有。我跟你讲，他本人就是地球村。我没有下载，就是交友软件，从来没有，我不敢。我一直鼓励他下载交友软体，他用眼神跟你们沟通。嗯。对，然后那时候我本来就是因为之前看过 Julia 的影片，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 ，sorry， 默默的，没关系，我可以吃一些你的棉絮。然后就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Julia 这个人就是蛮安静的，然后平常都不讲话，在影片都这样，这样。那我想说，本人会不会就是一个大婊子？因为一般来说，这种是这样讲吗？也没有，就是有机会，本人可能就会是那种，哎，你们就是觉得谁很贱啊？这样哦，对，你会觉得那布洛克也太丑了吗？之类的这种心情。但是后来发现，他本人就是跟影片上一样，就是。眼神交流，眼神交流，就是我想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例如说我就 Julia 坐我对面，然后我就看着 Julia 说，对，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然后 Julia 就这样，他不回答我，我想说，我丢了一个问句，然后他这样，那如果我你这样换三个动作哎，他就这样换三个动作，然后他完全没有回答意思哦，然后后来我就看他室友在他旁边，就 Jessica， 我就看他室友求救。然后他室友就赶快说啊，浪漫爱情电影。对，他室友就快速的拯救他。然后我就想说，他好险，他室友是正常人，因为他就是用眼神交流，他用眼睛告诉我他想喜欢浪漫喜剧电影，但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让他读出，因为我一边眼睛现在看不到。重点是他这样哦，他眼睛这样看哦，他看了以后他也不会，你也不会觉得尴尬。你不会觉得尴尬吗？我说你啦，我觉得超尴尬的、啊哦我我。我觉得超尴尬，他不觉得尴尬哎、欸、，Julia 觉得不尴尬、啊。我就跟他室友说也太尴尬吧，他室友说对啊，好尴尬。就 Julia 就说问他问他说会不会尴尬，他说不会，他就这样、啊、摆 pose。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当下没有答案，那他是不是就会 Jessica 就救你？他就救我，那我就哎，那我好像也不用讲，就直接可以跳。可是你有三拍是你自己在那边休息。可是你也在听哎、欸，他的眼神是有在看我的，他没有在发呆，可是他就是没有回答。嗯，怎么认识的？我们就是有吗？你们大家有感受到我们刚刚用眼神告诉你们？哎、欸，你刚刚吃了一口，真的是好吃的吗？冷掉了。哎、欸，在外面吃的缺点就是东西都会冷掉。Sausage patty， 不停唱着你的歌。你要接第二句啊！在的呢？我再次。在屋顶。第二句怎么唱？歌词。在屋顶和我爱的人。Oh, 在, okay.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好难听哦！立刻变变五百。下一题。不要的 love sick girl。不要的 love sick girl。这里粉丝都很爱你耶，他们很关心你的唇膏哎，你都不跟他们讲。Sorry， 我刚今天的唇膏是什么？16，我有介绍过，如果你有看过影片就知道。好，你看他独家 Julia 爆料哦，各位粉丝快点。就是我以为，今天可以讲吧。我以为 Julia 平常拍影片的时候啊，她就随便乱拍，她就这样随便拍，然后就随便乱剪，然后就结束。嗯，因为我个人也是走随便路线。因为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她就说她就说你影片那么随便，为什么有人要看、啊？对，她就一直说我的影片很随便。她说第一次见面，我想到就讲一下、啊，反正大家素昧平生啊。然后结果呢？他其实是有稍微想一下的，我稍微有想一下，可是他就会这样哦，他就会站在这个餐厅，然后就这样先发呆30秒，发呆完以后，他就然后拿起他的手机，然后就开始说，好，我们今天来吃 brunch， egg shop， 就这样结束，他就先在脑海中想过要讲这三个、这几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字，明明就有意义。没有，到了这个地方、欸，而且你是不是前几天他还拍另外一个东西？他说。你在形容那个口味吗？
什麼東西，我忘了，就好像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在录他吃东西，然后他就说，哦，我们现在吃这个，然后吃完以后，他就这样，我要吗？有，你就这样，因为我想说你吃完以后应该要形容一下它的味道，然后你吃了以后你就说你就这样，我超讨厌形容味道的，我好，我对，可是你就这样啊，你就想要问什么？因为我半年才一次直播哟，半年一次哦，下一次要看到在直播是，2021，2021的那种。I see see。他说我看起来像你的哥哥哎、欸，谢谢啊、哦。My career 真正的，你有看过我真正的哥哥吗？他应该是就是感觉吧，像一个大哥哥那样。我有到大哥哥吗？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怕他叫很老。小哥哥。欸、它里面真的有 egg 耶，当然了，就一直说，就它的很厚。我刚刚很明显就看到这边有一个蛋了。哦、，OK， 好，那吃吧。Julia 思考的时候很像树懒，他说你像树懒、欸。树懒是什么？就是这个路线的东西。真的哦？哦，你也能接受哎、欸？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像乱弹阿翔。然后他觉得你像树懒，那他像什么？我像你哥哥。他们说你的声音好好听哎、欸，我的声音好好听，我剪片的时候都觉得好尖哦。你干嘛讲真心话啊？哦、，sorry， 没有，我自己也常常剪我自己的影片，就剪到我都要气到，想说我怎么那么吵啊？我都会对我自己的声音生气哎、欸，这声音就会，我觉得一直，我会哦，你好辛苦哦。我快没电了耶！这个，你这个有必要拍这么久？有啊，我觉得好笑。我们刚直播了30分钟，两秒，对，加两秒，我觉得还蛮成功的耶，还蛮开心的。大成功，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你。对，没有跟到直播的人，明年见喽。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ya.